到咗六合彩嘅时间，今日系八月十号星期四，由我李子晴同大家主持第89期嘅六合彩现场搞珠。我哋首先睇睇投注总额，今期嘅投注总额总共系有4108万。由于上一期嘅头奖冇人中，所以有累积多部奖金800万，而投注总额嘅15%，亦即系610万，将会拨入奖券基金作为社会福利用途。咁喺搞珠之前，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两位监场嘉宾，佢哋分别系刘兴达太平绅士，以及奖券基金受惠机构之一嘅代表，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分区总会有限公司副会长梁国炳先生。欢迎晒两位，同大家介绍下受惠机构。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分区总会成立于1952年，其宗旨为文化利生及促进人民福祉。该会自1981年起投入幼儿服务工作，办有3间幼儿学校，分别系位于青衣嘅文殊幼儿学校、位于屯门嘅真言中幼儿学校及观自在幼儿学校。该会办学理念系为幼童提供全方位优良学习环境、完善及多元化嘅学前教育服务，使其德智体群美五育等各方面得到良好均衡嘅发展。详情请浏览该会网页或致电23382576查询。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即将举行，大家可以喺电视机荧光幕见到一部六合彩搞珠机。1至49号嘅彩色号码球已经由下至上、左至右顺序排列好，即刻可以开始第89期嘅六合彩现场搞珠。第一个搞出嚟嘅号码系42号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42。第二个搞出嚟嘅号码系2号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2。第三个搞出嚟嘅号码系3号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3。第四个搞出嚟嘅号码系4号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4。第五个搞出嚟嘅号码系18号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18。
解出嚟嘅号码系十三号 ，the sixth room number is 13。最后一个解出来的特别号码是12号 and it's channel base 12。好了，今期的六合彩已经顺利搞出，等我跟大家重复一次，分别是有2号、3号、4号、13号、18号、42号，而特别号码是12号的。如果大家想查询今期的六合彩结果，又或者头二三奖的派彩奖金，欢迎你致电183-5288，又或者浏览某会六合彩网页。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差不多了，我们再一次多谢今晚两位监场嘉宾，他们分别是刘兴达太平绅士以及梁国炳先生，唔该晒两位。在这里提提大家，在节目完结之后大概15分钟，大家就可以开始购买下一期的六合彩彩票了。在这里要祝各位好运，我们下期六合彩再见啦，拜拜。